仙怡是一个特别亲切温柔的女孩子，不管是在节目中表现还是生活中，都是一位很讨人喜爱的人，而且衣品也是好的没话说。日前工作室晒出一组吴仙怡最新造型图，照片中她身穿蓝色牛仔套装，活力四射，随性自然的长卷发温婉可人，浅蓝色牛仔外套穿出俏皮的少女感，搭配相同材质的短款牛仔裤，内搭黑色打底更凸显了造型的层次感，简单易学还能穿出不经意却又很个性的效果。腰带的设计对于矮个子女生多高的腰线都能满足，凸显腰身的同时让腿部比例拉长，背后的花朵刺绣增加牛仔外套的时尚感。吴仙怡的身材比例也是很协调，气质满满，脚踩一双亮色系带凉鞋，凸显出纤细的大长腿，她一头微卷黑发温婉可人，端正的五官搭配精致的妆容让人大饱眼福，佩戴银色大耳饰更添优雅气质。吴仙怡在摄像机下摆出各种 pose， 一会儿搞笑可爱，一会儿变身高冷女神，真是百变小公主啊。更多时尚资讯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